小朋友，在这幅图片里你看到了什么？一位大哥哥。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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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字的笔画是横竖横折横竖横竖横折横竖钩。歌是上下结构的字。小朋友，你能用歌字组词吗？大哥、表哥、哥俩、哥们儿。你能用歌字造句吗？小强的哥哥在上大学。小朋友，在这幅图里你又看到了什么？一位小弟弟。弟弟的义的义弟得意，得意，地。地字的笔画是点、撇、横折、横、竖折折钩、竖、撇。地是上下结构的字。你能用弟字组词吗？小弟、兄弟、弟妹、弟子。你能用弟字造句吗？我有一个弟弟。小朋友，这幅图片里有什么？一位大姐姐。姐姐鸡也鸡也姐鸡也鸡也姐姐字的笔画是撇点撇提竖横折横横横解是左右结构的字。小朋友，你能用解字组词吗？大姐、表姐、姐俩、姐夫。你能用解字造句吗？姐姐带我去上学。在这幅图片里你看到了什么？有一位可爱的小妹妹。妹妹摸哎摸哎妹摸哎摸哎妹。妹字的笔画是撇点撇提横横竖撇捺。妹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妹妹小朋友，你能用妹字组词吗？小妹妹子姐妹堂妹。你能用妹字造句吗？
小华的妹妹只有3岁。